耶！你看，我们现在家里好多角落生物，有角落生物的水晶球。还有角落生物的玩偶。现在我们要来介绍角落生物的玩偶。第一只这个是幽灵，幽灵。第二只的是假蜥蜴，假蜥。为什么它叫假蜥蜴呢？因为呢，它其实是一只恐龙，但是因为怕别人不敢靠近它，所以就只好说它是一只蜥蜴，所以就只能躲在角落。对，假蜥蜴。这一只是企鹅，因为它自己长得很像河童，所以呢就只能躲在角落。这只是白熊，是我最喜欢的一只白熊。然后旁边的那只是猫咪，猫咪。这个是炸虾，对。这个是鼹鼠，鼹鼠。这个是小山，小山，他希望长得像富士山一样高。对，这是猫头鹰，猫头鹰。这是麻雀，这是炸猪排。它只能躲在角落的原因，是因为它只有鼻子那一块是肉，其他都是炸粉。这只是包袱，包袱是跟白熊一起的，跟白熊一起的包袱。这是小灰尘，小灰尘。这个是小草，小草。这是珍珠，珍珠，还有另外两个颜色的珍珠，一个是黄色的珍珠，一个是蓝，一个是蓝色的珍珠，这个是粉红色的珍珠。来，剩下这个是蜗牛，蜗牛，你看蜗牛的小卡这边有一个珍珠。对，所以这些就是角落生物，噔噔噔噔，再见，拜拜。那我再看一下你最喜欢的这只白熊。